好卫生科长。今日是开学的第一天，在安排新的座位进程呢，大家会用先随便坐。奇怪，是安怎咱拢无人想要坐伫个小伟个边仔呢？啊，原来是安尼哦！啊，就太高诶！嗯，好，就安尼办。小伟，这学期个卫生股长都予你来做，老师希望你会当拍拼做大家好模范。我做卫生科长。好啊，老师，我一定好好拍拼做好卫生科长诶。老师，为虾米要选小伟做卫生科长啊？你看伊啦。对啊。很奇怪呢，应该是无卫生股长才对啊！无卫生股长，无卫生股长！哼，伊就是阮在我做卫生股长，等到下礼拜摕到班级清洁冠军的时阵，伊就无话讲啊！哎，看我的！嘿嘿，拍袂着，拍袂着！您看，下骹还有纸呢，金饼，还有你，头毛洗得清气嘞。稍等，我过来检查哦。后礼拜，来得爱得着清洁冠军。哎，东，你为啥乱扔粪扫啊？敢唔赶紧捡起来？哦，这唔就差不多。嗯，我把环境维持得这么好，谁还敢说我是无卫生股长？这礼拜班级清洁比赛第一名，四年六班。耶！您看，我这卫生股长做得真赞哦。哼，什么了不起？就是像你垃圾，就是像你垃圾。是啊，就是啊。为什么大家为什么都这么不欢喜哈？无卫生股长。哎，小伟，你怎么不回去教室？老师，我真打拼得到这礼拜的清洁冠军，要不过为什么大家还是叫我无卫生股长哈？小伟。今日回去了后，你站在镜面头前，详细看自己，你就会知影为什么啊。啊！我的头髪，我的嘴好，啊！拜托的，我哪会这么丑啊？啊！我知影，我敢若会记维持环境的精髓，却袂记维持家己的精髓。不怪大家拢叫我无卫生股长。哇！迄是啥啊？迄个人敢是新动物啊？伊敢袂是转学生？小伟，你今日真无同款哦！哇，原来是小伟呢！伊敢是无卫生股长，哪会差遮多啊？是的啦，之前予大家忍受我的无卫生，对今开始，我除了维持环境的精髓，我嘛会予家己清清气气，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卫生股长。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我原本阁掠准讲，我只要好好维持教室的环境清洁，就是一个做了真好的卫生股长。
也唔过，我煞袂记诶，家己诶卫生嘛是足重要诶，因为做一个爱清洁诶人，不但是自爱，而且嘛是对别人诶尊重哦。